爱的郭老师您好。好。真的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感恩。老子讲道德经妙解，把我的心打开。有我老子有讲道德经妙解。因为哈，从94年年初我就开始没有深入的学习老子这个道德经，就这么走上来，这么有这个道一直支撑着，就这么修的真的是很苦。我说我都10多年没有真正的开心笑过，因为我哈听了这个道德经妙解之后，我自己反观我自己，从这个阴影当中，这10多年的阴影当中，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是伤害着自己。5月份我听了这个妙解，我看到郭老师哈，看到您的时候，我真的哈，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就流泪流了3天3夜。流那么久？对，真的是这样哈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是感动吧。3月份哈，我回去之后，那是静心营9天，我回去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在梦中哭，我一直哭醒以后，我还在大哭。我当时我就看到了我抓取的，我放不下的这种因缘，我就把它放下了。通过这个哈，我也是在这些年在做义工的过程中哈，给我自己很开心，给自己带来的快乐，也是在做或是干活的当中，自己去悟到呀这种因缘，慢慢的哈，一点点争取把它放下。听了师父这个解脱道，让我真的是就是迈向解脱哈。听了这个妙解，让我心真的是豁然开朗，我真的很感恩师父。我知道用自己以前不会爱自己，也不会把爱给别人。学过这个道德经之后，我今后回去要多去用爱去爱别人，以德报怨，不要像没学之前一直在抱怨，改变我的心态。我家我先生给我的要求这次是要去做到无我无私，返璞归真。真的师父，您在这里讲课的时候，每次现场他都在家里听您讲妙解。他说哎呀，师父在讲课马上都早已准备好在那听您讲课。他说远近无别，真的他感受到您那种能量。他这些年也是一直在默默的积功德，听老子的这些话语。你说你家他的？对对，但是我们结合也是跟您一样，没有要孩子，一心为道而修行。这么走过来，但是我们早已经跳脱这个爱的漩涡。他对我的成为神仙伴侣了。真的很感恩师父。成为神雕侠侣了。真的，以前哈，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他在哈工大，我在东北师大嘛，我是搞学前教育的。那时候东北大学生他们也是称，把背地里吧，说我们是一个是黄蓉，一个是郭靖。误打误撞。我自己自夸了一下自己啊，因为那时候学八卦上来的嘛哈，自我很强，也很我是很自卑型的。但是我不去争，因为我母亲告诉我不要去争，不要去给人动心法。那你现在问题是什么？我现在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就是心与空相应的时候，跟清净本心现前，
与法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我感受到是那么的安详，那么自在哈、啊。这个我们是就是那种感受，就感觉到，但是我就看到那一刻，我就感觉到我不怕死亡，超越了这种死亡。我问的是哈，如果我这定力还不够哈，一直观下去怎么去启用？还有哈，我以前在禅修，就是那个自己打坐的时候，我就，就是那个，那怎么说呢？就是如如不动，与它相应的时候。知道是幻身幻假幻身的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本来无一物哈，悟得本来无一物的时候，怎样去提起？本来无一物，那怎么去提起啊？就是你如如不动相应的时候，怎样去提及？就是我觉得哈，你不要被那些名词名相把你卡住，然后变成一直在那个被那个名相卡死了。你怎么样在平常生活之中立缘对境之中，真的把心量打开，是要活生生的啦。不是在那里想象某种情况某种境界，是你怎么样把心量打开，真的来到没有那些名利心，没有那些私心啊、哦、啊！这个不是光嘴巴讲，或是我自己感觉，常常很多人都常常自我感觉良好，但实际呢那是活在梦幻。你要能够做得出来，感觉是一回事，心与空相应这是一回事，你能不能来到真正在立缘对境坐的时候，真的没有任何的名利心，没有私心。所以是要去做出来立缘对境，你能够真的一样心量广大，没有私心，无我无私，来为众生服务，处下来成就大家，那是要去做出来，不是在那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种感觉对比，不是那些，要去做出来。是的，师父，我做的时候我感觉我也做不出来什么，后来我就在劳动的时候，我就说哎，怎么劳动的时候才能感悟到一些呢哈。然后我就跟我家他说哈，他说的你多去做，你别追逐这些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他比你更务实啊。是的，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在那种觉受，在那种体会，那种想象，更重要是要去做出来，做出来做到才是。OK， 好。那师父再问一下，如果那个宇宙融为一体的时候，那个需要定力还继续观吗？那怎么启用呢？就是那个清净本心那个明觉在的时候，它有个定力，一直去看，那是那个启用怎么？你现在这样是也是一个推理的哈、你说有个定点，事实上到后边也没有所谓的定点呢。是的，一体就是一体的。好的。好，明白了。OK， 好，好，感恩师父。好。